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则赵本山同一美女合作唱歌的视频，这也是赵本山自转行为导演后为数不多的登台表演，引发一众网友关注。视频中，时年63岁的赵本山肤色黝黑，满头白发很瞩目，身穿绿色条纹裤，脚踩老爹鞋，打扮得很时髦。虽然身形看起来消瘦了一圈，但是站姿却很稳健，整个人精神矍铄的。而他的身旁则站着一抹红衣美女，脚踩高跟鞋与夸张耳饰，打扮吸睛，看起来年轻靓丽无比。此次重回舞台的赵本山依然抱着一颗赤诚敬业的心，卖力歌唱到脖子青筋突出，歌喉更是洪亮有力，丝毫没有表现出因年事过高所被局限住的歌技。在与美女同台高歌一曲后，赵本山举起双手鼓掌，很捧场，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，似乎十分赞许该美女的歌喉，颇显前辈风范。虽然如今年逾古稀的赵本山已经退出春晚大舞台多年，但是他依然通过其他的表演形式活跃在观众眼中。